2000吧，2000吧，开张生意。就这个，今天有一个木纳，这个是水产肉系。水产？我还以为水产是海鲜呢。别把我搞偏了。有点像蓝鳍哈。这个是老木纳，肉质没有比这个更细的。皮上沙是很细的，肉是细，确实，但是呢，种好像是弱一些，一点点嘛。中间这条裂，你裂过来，从这边看，这条裂到这里就没有了，料子不好切。切一个宝盖，简简单单的一个是。咦，裂好多，你看多少钱吧？8000嘛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跟你磨了。1800嘛，大早上第一开单哦，1800嘛，鸭灯感觉是假一点呢。木纳这个水那么没得话说的，这料子就怕它皮薄，皮薄它就化不开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看它的种，水头倒是有，肉也细。你化不开的话，是鸭灯的话就没有那么通透的。那不一定呢，水长不代表种老嘛，对不对？2000吧，2000吧，开张生意。那好吧，你也知道我一来这个开张生意。就往上面死死的压、喂，不是我死死的压，现在料子它本来就只值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数错了，多数一张都没问题的。20，问题不大。来，我第一个开张是重要的。这个料子呢，等一下就直接就一刀给它干了算了。这种裂它没有贯穿，特别是这一条看着很大，但是过来这边没有，过来这边没有，所以切这条吧。我看着它进的几率会更大一点。鸭灯看得到，它应该是这个地方来的。实在不行就这样一刀吧。来了。哦，化了！你看旁边的这地方白白的嘛，中间肉都就黑了。料子我没想到它会化的，哦吼，得吃了！什么玩意？得吃了！你高兴了这一下？这个真的没想到化了。